无法相，没有法的相，亦无非法相，这个就是最深的地方。无法相，亦无非法相，何以故？是诸众生若心起相，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；若起法相，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。何以故？若起非法相，即着我人众生受者。这里最深的地方在这里。这个起字啊，非常重要。你起法相，法，什么是法呢？这里所讲的法是山河大地，这里所讲的法是山河大地。你认为有山河大地，那就是起法相；你认为没有山河大地，就是起非法相。一般来讲，到这里都是着我人众生受者，全部着相，起非法相也是着相，重点在起。你这个起日一出来，就表示有我了。你如果没有我，你起什么？啊，你们读经啊，读说哦，就是照念，牢牢念啊，这个念鬼，牢牢念啊，乃至一念生净性者，悉菩提如来系之续见，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。何以故？是诸众生无复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、无法相、亦无非法相。何以故？是诸众生若心取相，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；若起非法相，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。何以故？若起非法相，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。是故不因其法，不因其非法，是以义故。如来常说：你等比丘知我说法，如华喻者，法音上者，何况非法？念完了，念完就过去了。你不知道它意义在哪里啊？为什么不可以起我相？因为无我。我已经讲过了，无我啊。我已经讲了，卢生燕是谁？没有一个叫卢生燕的人。我拿照片给你们看了、啊，那个就是卢生燕。不是啊，那是我的过去。啊，你说，哎，现在这个就是卢生燕了、啊？不会，他也会过去。哪个是卢生燕？在双莲境界的就是卢生燕吗？双莲境界灵骨塔 啊，我们的灵骨塔，在那里的就是卢生燕吗？也不是，那是他的骨灰，或者是烧出一点舍利子，那都不是卢生燕。那卢生燕在哪里啊？根本没有啊，哪里有卢生燕？现在说法的人是卢生燕吗？也不是啊，因为换明天，我说我们明天我们在这里再来做一个附魔，我告诉你，我才不来。我每天那么忙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不要把我老头子累死啊！
就算来了，也不一定你们这些人呢、啊，有些不来了。昨礼拜天刚做过父母，礼拜一又叫我们来做父母，搞什么鬼？我不去了，就没来了。说变来变去，也变化来变化去的。根本是移动啊，从来没有停止过的。你的念头啊，你脑袋里的念头，哪一个是念头啊？念头也是变来变去的。一下子这个人好好哦，一下子这个人混蛋，混蛋，王八蛋，臭鸡蛋。你今天赞扬他，明天你就骂他了。念头是变来变去的，你知道吗？很恐怖的。你爱一个人，哎呦，哇，明天他恨你啊。你爱他，爱的要死，就是爱的要死啊，这个就坏了。爱的要死，他如果不爱你，你就要他死。这个念头啊，很可怕的。你爱他吗？爱，最爱。好，最爱，最爱也就是最恨呐、啊。有一天你不爱他，你看呐，说爱情呐、啊。我告诉你，结缘很容易，分手很难、啊、真的，分手是一个很大的学问、啊、分手的不好、啊、他真的爱你爱到死，就把你做了，啊，就死翘翘，很危险的。你以为爱情是很甜蜜吗？痛苦的根源会产生很多痛苦的，你不晓得。我讲了弱心取向，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，若起法相，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。何以故？若起非法相，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。是故不应起法，不应起非法，以是义故。如来常说，以是，我单单讲到这一点了。不应起法，不应起非法。这是最高境界。所以按照佛所说的，不应起爱，也不应起恶，恨不应起恨，不应起善，也不应起恶，这是最高境界。以前那个禅宗里面有一句话讲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不思善，不思恶。六祖讲的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就是那个时候。六祖真的是很聪明，没有读书。不识得字，鬼才相信。他能够懂得不思善，不思恶，这就是《金刚经》。非常深的，这里非常深，简直是不可说，不可以讲，不能讲。
不能讲，到这个境界已经是不能够用言语文字讲得出来的了。不因其法，也不因其非法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所以这个取字很重要。你一取了，就有我，就有我，我本来是没有的，我取什么？这是一个很高的、很高的境界。不思善，不思恶，你就没有业。你做了善业，你就会升天，人天小果。你做了恶业，就会下三途，得到恶报。所以你做了善，没有错，你在行善，而不知道是善。这就是耶稣讲的，我的咕噜讲的一句话：右手做的善事，不让左手知道。我觉得耶稣啊，一定是读过《金刚经》他既然懂得这个东西，右手做的善事，不要让左手知道。他不着善，不着恶，不着法，不着法相，不着非法相，这个才能够成佛。我今天还很重要的跟大家讲这，我还没有讲完这一段，你不要把下一次就到无德无说分第七。告诉大家，无德无说就是这个意思，无德也无说。